桶吸把可以修理凹陷的汽车钣金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网络上流传有民众用通马桶的吸把对着凹陷的钣金用力按压，一吸一放之间，凹陷的钣金竟然恢复原状。三支的小兵和班杰搜集了各式马桶吸把和橡胶吸盘来做实验。啊，很炫吧？炫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还有那种。加油加油！结果大的橡胶吸盘还真的成功了，原因就是吸盘受到挤压后，和钣金接触的地方会形成接近真空的状态，此时大气压力会从四面八方往内推挤，形成了强大的吸力。换句话说，内部越接近真空，吸把的面积越大，大气压力就越能发挥力量。知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运用这个原理，就算16匹马都拉不开呢。